家好，我叫有钱，是一只方胖八步演员。我哪里不男人了？咔，好羞耻，真想找个厕所躲起来。哥哥上厕所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加了个油。恭喜宿主穿书成功，系统小八为您服务。我才是真千金。啥？对不起宿主，拿错本子了。重生只拿了我的金丹就真千金。这是什么奥位？攻略高岭之花后鬼王爱上了天天，是这一本才对。这又是什么鬼啊？是宿主的专属独尾鬼哦。所以我是鬼王，那高岭之花呢？冰冷的恨意。我不行，不走剧情会被打奥切。你好，请问？不用问了，弟弟爱你。啥？别说话，亲我。那什么，他怎么还在这？不用管，他会退群。恭喜宿主攻略成功，下面进入主线任务。什么？攻略还不是主线任务？当然不是。系统小八祝你生活愉快。冲冲重复这句话，我注意需要是真的。